哦，哦，还谈什么吃火锅？情侣装就穿出来了。哦。喜字，回甘来电中，欧弟麻衣暧昧五连发。欧弟上次在台上的时候有难得大秀舞技，腰还好吗？哦，腰没事，对，是骨盆有点问题。哎，欧弟录影空档受访，竟然抢走版面呐！弟最近有关心一下前妻吗？没，隔周那个换小孩，不是。有一点点。为何流汗？应该是看周刊知道前妻郑云灿另结新欢，对象是欧弟的哥们周汤豪。欧弟竟然打出妈妈牌对付记者。从小看到大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是一个好青年。我跟妈妈也是从小妈妈就看我长大，所以我觉得都还挺好的，是好缘分。哦，你该不会有见过吧？问节目了。哎呀，问八卦比较好玩啊。单身的欧弟和麻衣接着被凑对成双。就是看这次麻衣回来怎么讲。是吗？排的心吗？还没有。那你觉得那个麻衣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麻衣很漂亮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不是两个都单身呢？两个都单身。现在是配对。请接受我。认真的，现在因为我有小孩嘛，所以可以就是一起聊小孩的事情，是吗？看谁比较会跟你的小孩玩。哇，那就欧弟了。还谈什么吃火锅？情侣装就穿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改个喜字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三立娱乐新闻，谢谢大家。我应该是整人节目。报道。